时光流去，剪不断回忆，现实却是一场战役，弹指之间若言姑娘，什么事儿啊？我要找你们老爷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您不能进去。为什么呀？是大少奶奶吩咐的。怎么了？你们张家都不让进人了？啊，不是不是。那我去找天宝少爷好了。哎，若言姑娘，你真不能进去。那好，我不进去了，你们去把天宝少爷救出来。天宝我在外面。在。大少奶奶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要找老爷。找老爷？哦，不巧，他出去会客了，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吧。哦，我有一封信要亲手交给他。哎，交给我好了。干嘛？我帮你交给老爷。啊？那你要答应我亲手交给老爷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亲手交给老爷。若言姑娘，张家是个大户人家，进进出出的都是有身份的，以后没什么事儿啊，就不要到这儿来了。送客。不好意思，若言姑娘。啊，是啊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齐云就想利用这三个字引老爷去接他。做梦啊！幸亏下人来通报，我在门口把他堵住了，他没见到老爷。你说要见到老爷，那还得了啊！我跟若言说了，让他不要再到张家来了。但是他不到张家来，不代表他不去药厂见不到老爷啊。是啊，健仔爹可喜欢若言了，他的办公室就允许若言一个人打扫，别人都插不上手。那你把他开除了？开除他？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啊？再说天宝也不会同意啊。不行不行，这办法不行。那你说怎么办？现在得给他来硬的。对，齐云这个人呢，不见棺材不掉泪。你知道他住哪儿吗？知道啊。这不就得了吗？回头啊，你们两个给我放开了喝啊，反正很快就有钱了。你们什么人？想干什么啊？快快上！哎呦，快去啊！二位大爷，饶命啊！二位大爷，饶命啊！
放了我，我给你们钱，啊，我给你们钱。要灌就灌你贪得无厌，拿了10000又拿10000，人家雇凶来杀你更划算。给你们钱。去。来，姐，啊，子谦少爷，阿福，子谦少爷，快救救我吧，救救我吧！怎么了？这是？有人要杀我，有人要杀我呀！啊，救救我吧！哎呦！这也太狠了吧！阿发，这样，你明天跟我回去，回去之后啊，没人敢动你一根毫毛。子谦少爷，这次多谢你出手相救啊！他们这么干呢，这是摆明了要杀你灭口，你还做梦？他们要给你钱呢，你现在只能和我合作，才能保住你一条命。是啊，天杀的，这个墨鱼塘里太狠毒了。子谦少爷，我跟你合作。嗯，那证据呢？证据？子谦少爷，这次你救了我。我阿发他日一定会回报，不过咱们当初说好的那30000块大洋可是一分不能少啊。实不相瞒，我阿发能不能翻身就全靠这张字据了啊。我向你保证，1块大洋也少不了你的啊。那我还是看见大娘再说吧。好吧，你今天呢就先在这委屈一下啊，哪儿都不能去，明天我亲自过来接你。嗯，哎，子谦少爷，这安不安全啊？这谁会想到你啊能躲在这儿啊？安心睡。什么？你把信交给叶轩？是啊。让你办点事儿，你怎么办的？我不是叫你把信交给张老爷，你怎么搞的？居然把信交给叶轩了？那我要怎么办呀？我去了张家，他们又不让我进大门，然后那个叶轩就出来了。我一看，反正他也是张家的大少奶奶，跟谁不都一样吗？我就给他了。张家大少奶奶，张家里头就他最坏了。小姐，这事儿也怪不得若言。若言对张家的情况不熟悉，大少奶奶向来心狠。若言都进不了张家的门，还怎么送信呢？那也不能把信交给叶轩呢。砸！是。三个呀，嘿，久违了。哎，继续！哎，住手！不要砸了！张叔，住手！我跟你拼了！别打！
小姐，你怎么了？疼吧？齐云呐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已经被我们张家赶出去十几年了。明天，你们必须滚出龙阳镇，不然的话，我还会再来找你们麻烦的。听见了吗？走，你们两个守在门口，看着他们离开。是。小姐，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，你跟张家有什么过节？我们跟张家有什么过节？你告诉我。你就是张家的大小姐，你爹就是张淑芳。你说，我爹他是？所以我才让你一直送信到张家。我就是想让你回张家，我想让你认祖归宗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是张家大小姐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！莲姨，你告诉我，我娘是不是骗我的？你告诉我。你娘说的没错，你就是张家的大小姐。怎么可能是张家的人呢？齐云这次啊，真是吃了大亏了，就得这么收拾他，让他离我们张家越远越好。还是我们子谦能干的，这略施手段就把那个阿发给稳住了。哎，明天我们就去指证那个贾天宝，我倒是想看看爹有什么反应。哼。被人骗了十几年，他的感受是什么？天宝被赶走了，若言又进不了张家，那张家日后不就是我们的天下了吗？哦，对了，子谦呐，阿发那儿可不能出差错。哎，娘，你就放心吧，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子谦这次啊，做的就是好，让娘刮目相看。那当然了。男子汉要干出一番大事业，没点手段怎么能行呢？子谦呢，好好干啊！等那个天宝被赶走以后啊，你在你爷爷面前要好好的表现表现，让你爷爷呢重新认识你。爹，你放心吧，我以后啊一定会好好管理药厂的，我一定要做出成绩来。我就不相信爷爷他会视而不见。嗯，对呀，将来张家就是我们的了。来，为了你们父子俩的未来，干杯。嗯，来干杯。来，起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大少爷叫你过去。到底怎么了？别问这么多，走走，快走走啊。你们干嘛？什么事？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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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和你没关系，走啊！是姐姐。把他押回去。是，你们想干什么？凭什么抓我？放手！放手！快走！放手啊！你们凭什么抓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少爷。天宝少爷，你不能出门啊。怎么了？哦，是大少爷吩咐说你今天哪儿也不能去。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哦，我们也不知道啊，不过大少爷他在大厅里，你可以去问他。走。阿发，出来吧，你要的钱我给你带来了，跟我回张家吧。
伯伯，有什么事吗？你把老莫还有君华叫来，你又不说话，到底什么意思？哼，我让你来，是让你们一家团聚。别胡说，小心爷爷听到。哎，我今天就是要让我爹知道，啊！我已经派人去叫我爹了，很快他就来了。天宝啊，哦，不对，我应该怎么叫你呢？不过没关系，我是要告诉你，今天呢，没人能帮你，老爷也帮不上你，你死心吧啊！害怕了吧？可惜呀，太迟了。叔叔啊，哟，老爷来了。爹，爷爷，你一大早派人找我。老爷，怎么墨雨堂和君华也在这里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爹呀，您稍等片刻，啊，子谦很快就回来了。等子谦一回来，一切真相就大白了。什么真相大白呀？啊，你们在搞什么呢？不要故弄玄虚，有什么事快说。爹，我们是要告诉您，这个天宝是假的。嗯，怎么又说这个事了？啊，你还有完没完？哎，不是爹，这一次可不是怀疑，这一次是真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证据了。人证物证都找到了，我们可以证明这个天宝根本就不是我们张家的天宝，他呀是冒名顶替的，他的真实身份是这个墨雨堂的儿子。伯伯，你别胡说八道，我爹是张书亭，怎么会是老墨呢？老爷，我爹就我这么一个儿子。老爷，我不知道大少爷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要说天宝少爷是我的儿子，这简直太荒唐了。墨雨堂，你现在可以不承认，没关系啊。等一会儿，子谦把那个阿发带回来了，我看你怎么说。叔叔，你有什么人证物证，拿出来让我看看。爹，您先稍微等一会儿。子谦一回来，这证据就回来了。人都有三级，能不能让我方便方便呢？这里又没茅厕，到那边去吧，草丛后面。谢谢谢谢啊。哎，若言，来来，帮我看着点啊，来。哎，你别想耍什么花招啊！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逃走，我就打死他。知道，不会不会啊，不会的。快，走。哎，若言。如言，你快看后面那两个人有没有看着我们？没有啊。来，趁这个机会，我们赶紧跑啊！跑？是啊，回张家呀。你现在去张家，那张家大少爷会把你赶出来啊。哎呦，这儿有老爷在，不怕他。我不管老爷还在不在生我们的气，我都要赌这一把，我不能就这么离开这儿。我不去。为什么呀？我不想再看到天宝了。我和他有血缘关系，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他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儿儿女情长的？你是张家大小姐，理当回张家。更何况我们要拿回属于我们的财产。那涟漪呢？我们跑了，涟漪怎么办？你看那两人多凶啊，他们会把涟漪打死的。哎呦，不怕，那
两个是张家的家丁，又不是什么山贼土匪了，他们为了那么一点点钱不会杀人的。不行，我要去找莲姨。哎哎呀，你要气死我呀若言。哎呀，我不跑。走。哎呀，我要去找莲姨。我们别拦我。你们俩想干什么？想逃走是吧？好，我打死他。莲姨。哎，若言，快走啊。小姐，若言，快走。莲姨，若言。快点！你别拦我！我不去！莲姨，哎呀，别跑了，根本就没有人追我们。哎呦，娘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怎么能把莲姨丢下呢？她万一出事了怎么办？哎呀，不会的，不会有事儿的。怎么不会啊？那万一呢？绝对不会的。你要想救她，就回张家去。回张家。回张家就能救莲姨啊？找老爷呀。祝荣啊，哎哎，爹，怎么回事啊？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不是说子谦马上就要回来吗？你们到底找到了什么证据？爹啊，我们找到了一个莫雨堂过去的朋友，他手里有证据，可以证明这个天宝就是莫雨堂的儿子。老爷，我是和阿发认识。但是那都是以前在老家的时候。哼，大少爷恐怕不知道阿发是个地痞流氓吧？如果你们不信，可以去打听，街坊邻居们都知道阿发是个什么样的人。老爷，那个阿发就是个流氓，他的话不可信的。老爷，大少爷说，现在阿发手里有证据，我看，说不定阿发是被人收买了，随便找点什么东西来就说是证据。是地痞流氓，可是他的证据未必是假的。我不管阿发是什么人，我只想知道证据。老爷，我看大少爷和大少奶奶是被阿发给骗了。爷爷，我觉得老莫说的有道理，之前那个阿发就勒索过我，没有成功，现在又跑过来骗伯伯，伯伯居然相信，我看我们是没有必要再等下去了。苏如啊，你真是糊涂透顶了，像这种人的话你能够信吗？爹，都是你，从一开始你就认为天宝是假的，所以你才上了那个阿发的当。爷爷，爹娘，哟，大哥也在呢。子谦呐，你可回来了，这下就可以真相大白了。真相？什么真相？哎，子谦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阿发呢？阿发，嗨，像这种地痞流氓为什么要跟着我回来呀？哎，你不是说阿发手里有证据吗？我说爹，我什么时候说过呀？我早就说过了，阿发是个地痞流氓，他说的话就是为了骗钱。现在要让他出来当面作证，他肯定是心虚逃跑了。哟，老莫啊，你现在可变得真是料事如神呢。我只是猜测罢了。Thank you.
你要什么？我都给你，都给你啊。好，我只要军枪的卖身契。好，我给，我给。在这儿，老莫，你看，你要的东西我都给你了，就放我一条生路吧。子谦呐，阿发真的逃了？爹，娘，你们那听错了，把我的意思听反了。我是说，像阿发这种人是不能相信的，我根本就没去找他。我们听错了。是啊，这种人真不能相信。嗨，像这种地痞流氓，天天只是骗吃骗喝的，怎么能相信呢？简直是胡闹！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吩咐了，你不准进去。我又不是找他们，我找老爷。不管你找谁，总之你不能进张家。若言，你找天宝啊，进去吧。二奶奶，大少爷和大少奶奶吩咐了，他不能进张家。他是天宝少爷的朋友，老爷也很喜欢他。你们如果这样对待他的话，被天宝和老爷知道了，担待得起吗？进去吧，走吧。你们这是在搞什么？啊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们一直怀疑天宝是假的。你这个做伯母的，啊，怎么心眼这么小啊？连一个侄儿你都容不下。你整天无中生有，想着法子在叔儒的耳根子边挑拨是非。你想把我气死吗？老爷，景之，你带外人来干嘛？我们正谈家事呢。你也是个清职，你把他领来干嘛啊？你出去，这儿不是你来的地方。若爷，你是来找我的吗？不管是来找谁的，出去。来人呢，把他赶出去。是。慢着，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呀？我现在还没发话呢，这里还轮不到你们说话。爹，这咱们正在谈家事，这外人在这儿终究是不合适的嘛。谁是外人呢？若言很快就是我们昌家的人，你们的丑事怕他知道啊？若言，你是不是来找天宝的？若言，你是不是来找我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？当着爷爷的面你说出来吧。若言，有事你尽管说，我给你做主。若爷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？
三少奶奶回来了！三少奶奶回来了！啊，停停停停停！哎，那小姑娘。快，放鞭炮！方跟您道歉，希望老爷能原谅我们。啊，进来吧，进来吧。我已经不怪你们了。虽然淑芳不在了，但你和若言能回来呀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谢谢老爷。当年，你们不是和淑芳一起去的广州吗？为什么淑芳一个人遇难了？因为我没有上船。当年我怀着若言，淑芳怕居无定所，又来回的奔波，太劳累了，所以就让我留下来。她先去广州，等那儿安顿好了，再接我们母女一块儿过去。没想到，她这一去，就天人永隔。相会无期，也因为这样，我们母女才逃过一劫。天意呀，这都是天意呀。说到底，还是淑芳的错。她要是不意气用事离开张家，这一切也不会发生，我们母女也不会变成孤儿寡母。都已经过去了，你跟若言能活着回来，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啊。淑芳在天有灵，也会安慰了。啊，小姐，若言，小姐，你们都在啊。莲姨，你没事吧？我不要紧，你们没事就好啊。贺莲见过老爷。啊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感谢你这么多年照顾他们母女俩呀。谢老爷。这是我分内的事，现在小姐他们回到张家，我也就安心了。是啊。淑如、严轩，你们太过分了，你们明明知道他们活着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们还要把他赶出去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是你们的弟媳侄女。老爷，我们也是怕您记着以前的事儿没有消气，看在他没有生气，万一他们回来气着了您，那可怎么了得呀？是啊是啊，狡辩！你们没感觉到吗？我一直在后悔，每到春秋二季，我都是派下人给淑芳上香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爹，我……老爷，您别生气，这大哥也是为着您的身体着想，大哥是用心良苦，我能理解，请您原谅他们。
既然你为他求情，那好吧，今天的事情我不再追究，以后你要好自为之，一家人要和和睦睦相处，不要再兴风作浪。是，知道了。若言呐，以后这就是你的家，你安顿好，爷爷有话要跟你说。嗯。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，你会帮我求情？我没你那么笨，第一天回来就跟你吵架，这老爷会怎么想呢？我得给老爷留下好印象，让他觉得我是个好儿媳妇儿。我们之间的恩恩怨怨，我以后会双倍奉还给你的。来日方长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刘福啊！哎，三少奶奶，我们的房间准备好了吗？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这就带你们去。真是没有想到，原来若言是张淑芳的女儿。现在你和她名义上是堂兄妹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？你问我该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。这么多年了，自从我进入张家以来，我很努力地去做张天宝，不就是为了得到张家的财产吗？现在我什么都没得到，就已经先失去我最爱的女人了，你说这一切值得吗？只要我还是张天宝，我就永远不可能跟若言在一起，永远都不可能。天宝，该死的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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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宝，张天宝，张天宝。
还记得被雨淋湿的那一天，昨天的一切都还在眼前，定格的画面重演，总忍不住怀念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夏天。转眼之间一切却又都不见，原来失去只在转瞬之间，失去的诺言如烟随风飘散不见，终于明白泪水真的很咸，散不见，终于明白泪水真的很咸。